刘星河，哎，你这么多天，你怎么都不接我电话？子彤，我心情不好。我知道，小北的事儿你很难过。阿姨，你怎么回事啊？怎么又来找子彤啊？你到底还想要他怎么样啊？妈，阿姨，你别误会。 我明天就回乡下了，我是来告别的。那太好了，正好子彤呢也正在复习考试，马上就要出国留学了。你走了更好，可以不影响他的复习考试了。星河，你什么时候决定回去的？你怎么都不跟我商量一声呢？其实，我一直都想走。原来你一直都想走。 对不起啊，子彤，我对这个城市太失望了。那这个城市就没有你留恋的、放不下的东西吗？你就没有什么想对我说的话吗？没什么。刘静河，哎呀，干什么去啊？人家都说了。 没什么可留恋的了，你还追什么追啊？以后你出了国，你们两个就是生活在地球的两头，没有任何交集了。妈，你就让我去吧，不然我要是不说清楚，我就是出了国也不会安心的。说什么说呀？刘星河，星河，你跟我站住！你这样就这么走了？ 星河，你真的就这么走了？嗯。你那个脸上戴的眼镜是我送给你的，你还没还给我呢。对不起，给你。我真是服了你嘞！行行行，你走你走，走得越远越好，再见。不要再也不见。 走呢？你明明舍不得的呀！啊，因为这世界都变了，星辰不再是我认识的星辰，一朵也不是我认识的一朵，小北也离开了我。 可是星河，星河，你还有我。你不是马上也要走了吗？其实我可以不出国的，只要你……不要了，子彤，我不想你为了我耽误你自己。你要好好读书，将来做一个国际大记者。我在家里。 等着看你的电视，我对这个城市已经心灰意冷了。除了走，我什么都不想了。保重。 我有一个小小的要求。 你把这眼镜留给我，留给我做纪念吧。那我也不给你了。星河，我下面宣布一个紧急任务，台里面要派一名记者去农村报道一下。 农民燃烧油菜秸秆，污染环境的事儿，你们有谁主动请缨啊？
阿东，你怎么样？我，主任，其实我挺想去的，但是我那艺术节的片子还没做完呢。你看，校长，你不是一直想出差吗？这个工作机会不错啊。啊，主任，人家出差都去纽约、去巴黎，你怎么让我去农村啊？农村？谁要去农村啊？我可以去啊。你？这可是紧急任务啊，今天就要出差的。今天就要去啊？那太好了。那我现在就收拾，我现在就准备啊。梓潼，你疯了？再见了，荆州。再见了，梓潼。再什么见呢？我不在这儿吗？你怎么又来了？我跟你回家啊。你别开玩笑了，你跟我回什么家呀？嫁鸡随鸡，嫁狗随狗。我跟你回乡下种田啊。给我。喂。喂。走了。喂，梓潼，你别闹了。我回种田了，走了。喂，梓潼。梓潼，你别闹了！哇，哎，你看，树好绿啊！啊，树当然是绿的了，难道是黄的呀？哎呀，我是说这边的树跟城里的树不太一样嘛。那就这边绿化比较好呗。来，笑一个，笑一个。喂，你干嘛？你借我戴一下嘛。这不是我送给你的吗？我好开心一点，什么事情都会解决的。你现在不都回家了吗？对不对？是不是？啊。一直拥抱，自信奔跑在路上。